各位导演好，我是来试镜剧中母亲这个角色的演员。停一下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这个身材怎么有点儿丰满？不止有点儿。我的孩子呀，我的孩子！停，你先别急着哭哈，我看你现在这身材还是太显眼了，要不你去化点妆吧，显得没那么胖。啊，好。我的孩子，我的。停。下一个。导演，我不是没演过戏的，刚生完孩子，妈妈就是这样的。你给我这次机会吧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角色，求求你了，导演。演技有什么用？长成这样谁看你啊？下一个。导演好，我是来试镜剧中妈妈这个角色的。我的孩子。停一下，我觉得你演的挺好，就是需要再开放一点。我的孩子啊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为了这个家，我拼了半条命生儿子。你得再柔弱一点，装可怜，你懂吗？别让观众觉得哎，你很可怜。啊！为了这个家。我拼了半条命生儿子啊。哎，胡总啊，哎，您好，什么事？啊，是这样啊，好的，我们马上照办啊，马上照办。哎，再见嘞。你回去等通知吧。我跟你讲啊，后面人都不用试了啊，投资方给我们塞了个大明星进来。哎，刘小姐，哎，那个您头转过来。